的嘲笑。我们天生带着胜利的咆哮，坏细胞排着队进入我大脑，等我变身 Rockman， 你们等着一个一个被炸掉，被炸掉，被炸掉，你们逃不掉，我什么都知道。你们几个随便肆意的嘲笑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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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我们天生带着胜利的咆哮，坏细胞排着队进入我大脑，等我变身 Rockman， 自己一个一个被炸掉，被炸掉，被炸掉，你们逃不掉，我什么都知道。您喝水。谢谢。啊，这位是我们组长。啊，叔叔你好，小静梅，梅运来。我们公司的工序员工。您可以说您的事儿了。东东这孩子以前的不是这样。我工作忙，我听说呀，他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交往。为了考个好学校，哎，我就把他关了，不准他出门，就在家给我好好学习。我这用力太过了。现在呀，东东也没什么朋友，在家里就迷恋上上网，也不太爱跟我说话。我把手机给你，你拿去烧流量，看一些没羞没臊的厌恶，还把咱家那点家底儿去拿给人家，我有病呢。我只是想打赏点钱，谁知道欢呢？叔叔，那您能告诉我那5万块钱是怎么回事吗？他是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啊，链接了一个什么直播网站。快，把我顶上去！我送的是大游艇。谢谢乖乖的东东送的游艇。谢谢。是弟弟了。啊，开门。哎呀，我真的死了！我不上补习班。这不到一个月，钱全花光了。我就一个工薪阶层，你让我真着急呀！我叔叔，您别着急，先喝口水。您的诉求我们已经清楚了，事儿我们会尽力帮你解决。哎呀，我能帮什么忙？也没什么，就是这段时间呢，跟东东说话尽量别用命令的语气。孩子很容易逆反，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，尽量和他商量。他也需要存在感，好好跟他们说，他们一般都能听进去。这事我也懂，都怪我，我是当父亲的不合格。哎，也不是，您是出于父爱，只是用力过猛，用的方式不太对而已，这个我们都能理解。非常感谢你们能帮我，通过这孩子我真没办法了。叔叔您放心。这件事儿，我们一定尽力帮您解决，是吧，小陈？啊，啊！哎呀，那谢谢你啊，郭爸爸。这是我们栏目送您的礼物。啊，谢谢啊。那东东。东东的事儿您放心，我们既然答应了，就一定帮您解决。小智同志，我的那些小花没有招人呢，你不要动不动就拿他们撒钱，这样多不好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梅组长，总导演特意让我提醒你，说你那个选题先喊停了。为什么？雪人一组那边现在在做一个父子选题，所以他们那个更有趣一点。而且总导演想了想，觉得见网红这事儿确实不太妥当。他脑子是不是坏掉了？刚才让我做的也是他。总之，梅组长你呢，就还是找找新的选题吧。对了，总导演还说，如果让你可以的话，去帮帮一条组长的忙，因为他们那儿任务比较重。做梦！让我去帮他们喊加油奋斗啊！你下午要没事去东东那儿看看，我们还有没有戏啊？可总导演不刚说选题取消了吗？哎呀，我
师傅，我了解，他耳根子软的，很快就改变主意了。行，那你呢？我跟你一起出发，不过我的任务更艰巨，我要去采访网红，体验生活。就是看网红呗。知道了。哟，梅老板，您这是找选题呢？哼，你那些跟你喊加油奋斗的傀儡呢？我那些兄弟们太忙了，没您这么闲。何必呢？选题一通过，他们岂不是白忙了？耳朵不好吧？喊停了，选题被取消了。哼，那是因为我没出山。师傅用谁的？说不定呢。好吧，咱们同事一场，别怪我没提醒你了。你有可能是浪费时间。哎，不跟你玩了，我去见网红了。哎呀！喂，你这车怎么通过年检的？别挑剔了，行吗，大小姐？经常给鸽子他们送肉，几百斤的牛羊肉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怪不得车里有股肉腥味儿。喂，你行不行？这么慢，我来开吧。我老婆是你随便动的吗？你来看，不能不这样。你们是我带过的学生中最差。我们公司平日里都为主播们提供一流的服务，兄弟，你看我们公司真的能上节目吗？啊，这个我们还在调查。莎莎是不是在你们公司啊？东东啊，其实平时是一个很温和的孩子，就是老爱逃学，成绩就上不去。他很红吗？很红不敢说，不过有身材有料的，平日里啊还爱煽动一些小男生。家长知道吗？打电话反映过，郭爸爸工地太忙了。好像他爸对孩子也没啥办法，母亲走得太早了。那你说我应该去哪儿找他呀？这你得去购物公园那边啊。你去我们学校对面马路的网吧看看吧。东东的人特别懦弱，上次让他翻墙他也不翻，我们就把他揍了一顿。听君一席话，胜过送羊腿啊。之前真的错过了。兄弟，只要你敢，这世界人人可以做网红。也不知道是谁说的，他妈妈没了我们就起哄，他就老躲着我们。以我专业的眼光看，你的受众群体完全在一些中年大妈阿姨什么的。他也不爱打游戏，也不运动，太不爷们儿了，就爱看直播，这有啥意思？我看到他就来气。谢谢你啊，我先走了。昨天和今天有什么不同？哎，兄弟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改天再来。你好，我是来做调查的。对对对，穿着应该挺好看的，我觉得要换一个颜色，好看一点。请问是莎莎小姐吗？粉丝吧，你呢？圈哪儿？我是电视台的，想找你做一档栏目。电视台的，亲爱的，电视台的呢要找我录一档节目，你先去那边逛一下，好吧？好，我在那边等你。嗯，么么哒，嗯啦。你
你谁啊？哪个电视台的呀？录什么节目？我们是约吧栏目组。听都没有听说过，小破地方台吧？跟我对接的呀，那一般都是卫视。打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给我张名片。亲哥，哥哥，你早说嘛，我们这都是一家人了嘛。哎，那我们栏目这次打算让我见哪个明星啊？我觉得彭哥哥特别不错。哪个彭哥哥？在干嘛嘞？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哎，我的手机。走走走。让放开我！走走走，走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那小东西呢？快快，人丑了。追粉丝真烦人。我们继续来说一下我们的栏目。哎，这一次成武哥哥会不会来呀？会吧。那我到底是画一个彩妆好呢，还是一个烟熏妆？我是这样劲劲儿的好呢，还是那种嗲嗲的好呀？都好。我也觉得都好。站长，你看，莎莎，我问了你，花了整整5万块钱，5万。看什么看？哎，过来！你个大骗子，还我钱！小屁孩，你送我礼物了对吧？有没有人强迫你送呀？哎，你送的时候是不是自愿的呀？你送的时候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爽呀？你现在装完大爷了，过来跟我说要我还钱？你以为普天之下都你妈呢？毛都没长齐，跟我出来横什么横呀？姐姐，我出来混的时候，你都还穿着开裆裤呢，给点臭钱了不起了还？哎。你这句话有点过分了吧？我怎么过分了？我，你花钱了对吗？你花钱了，你就是爷了对吧？我告诉你哈，这个直播你给我送1块钱，我呢只能拿3毛钱，大头呢都让直播公司给拿走了，你还觉得特委屈了不是？你知道我为了跟你们直播一天睡几个小时吗？我这一身行头都是我自个儿赚的，你这才刷了多少钱啊？有一个傻瓜呀，他给我刷了几百万，我连手都没有让他碰一下。有本事你别看呀、啊！你看什么看呀、啊？神经病！你看哥哥的欺负我，那哥哥把我屁屁脸包扎住了，那哥哥他欺负我，我的手机，我的5万块。喂，东东逃学了，我联系不到他。别吵了，在我这儿呢，跑来见网红，手机让人砸了，哭呢。现在的孩子怎么那么爱哭啊？刚才莎莎我已经见过了，这就是个人渣啊，简直就是个灾难。我搞不懂为什么会那么多人给他送礼物呢？我们可不能让这么糟的人上节目。那当然啦。东东在学校有点可怜，我感觉不少坏学生欺负他，可能因为他没有母亲的缘故，他们呀有点针对他。也是个可怜的孩子。你等着我啊，我现在就过来，孩子交给你，我放心。你爸爸当时，喂，喂，哎，别哭了，你爸让我带你回家的。回家？我不回去，我要离家出走。哎，有小朋友在，就不用开那么快了吧？到底是谁怕呀？我是替东东着想，他刚受那么大的刺激，心里一定很脆弱。你开这么快，他受不了。我没事。你刚才怎么哼不起来？我的手机，不许哭。他今天呀、啊、想离家出走的，我听霉运来啊，就我们组长说，东东之所以怪罪您，是因为他妈妈的事儿。他妈妈病重的时候，我的确太忙了，疏忽了家人，原来他一直在记恨我呀。
您也别往心里去。今晚呢，就让他住我们组长家，有什么事情啊，咱们随时沟通。东东住你们组长家，真的没问题吗？会不会太麻烦了？应该没问题吧？要不要我把东东吃穿用的给你送过去啊？就一晚，这些我们组长都能搞定。哎呀，我还是给东东送点东西过去吧。反正啊，我现在家里待着也没事儿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现在就去您家里，把东东要用的东西带上，给我们组长送去。不用不用，这太麻烦了。就这样吧，我先挂了。来了，快请进。哎，好嘞。这东西，东西，那这是给他明天换的睡衣、拖鞋，还有毛巾、牙膏、牙刷，他爱看的书。哎，我还给你带床被子，还有玩具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把这个给带上。这个是？这是东东妈呀，留给他最后的生日礼物，他最爱惜了，你带上他准没错。行，好嘞。我再想想带什么哈。不用带了，不用带了，再带啊，就是这床和这房子了。快，把我撵上去！你又看书？把手机给我！跑什么？你给我过来！人！哎呀！陪我花，快睡觉。喂，赶紧来电梯口。哦。要搬过来住啊？你想得美。那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郭爸爸给东东的东西。我没打算让他常住啊。哎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，我要回家了，累死我了。来都来了，要不然留下来吧。你神经病啊！在想有一天把岁月握成了夕阳，你会不会陪我歌唱？如果青春是场注定，